问工艺怎么讲啊？那木瓜没熟，摘下来放在米缸里面问了，问到成熟，那个玉，那叫什么啊？孕育嘛，哈，哦，孕育让它成熟啊，需要这些资粮啊，哦。我们提供这些给各位，你只要修行到这个地方，这样孕育它，自然就会成熟，你不用担心，一直到终点站，到止于至善的目的。那么明天呢，啊，我希望各位啊，彼此之间相互探讨。后天晚上啊，我们再来做各种心得跟意见的交换。